刚一年一度的米干节又到来了，我现在跟我的弟弟一起准备去参加活动，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哇，感觉已经有一些人潮了呢。叫他过来。他没有传送过，限定错过绝对会后悔，还在考虑单身的朋友快来加入吧。哦，那么就三种没错没错。对，就是很多的摊贩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往里面看一点。哇，好像有这个活动朋友在里面。来，拉面姑娘，该跟拉面姑娘走。拉面姑娘走。好像是大家会在脸上会涂个图案吗？哇哦，捷运，在手上绑个红红的鲜黄线。我也要来画画看这个，再来尝试一下。哎，没有，还不很好啊？那我跟你有一个礼物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啊，这个树枝，这个天然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弟弟要不要？妹妹，谢谢。很香，因为它是那个天然的香味哦，它不是那个。对，台湾叫黄香木，就缅甸叫登了卡，缅甸名字叫登了卡。对，那边是每天哈，那边大人小孩都每天涂在脸上，它有美白效果，是真的，对对对，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，这样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看，它涂完就像这个样子。没关系啊，而且有一种香香的味道，然后周围就会有一些云南的小吃。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全部都Thank you.
喜欢重口味，比较酸辣的，这些都很适合。嗯，这是另外一区。往哪里？决定想要在这里买一些东西吃，还是用机器这样子煮的？因为那个味，柠檬吗？还是鱼露味道？欸、我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一个那个什么金三角，那是咖喱泡面，对啊，咖喱泡面。那什么？不要钱，看起来好像。哇！再来就是那个包，生意担当前锤的，这个咖喱包。来咖喱包，那是咖喱金三角。咖喱咖喱。好啊，那你买，你跟他点啦、啊。小型版的可以自己玩一下，小型版的，不是我们那种大型的，它中中小。然后再对折，对，就这样，好。直接吃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小心烫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走吧。刚刚买的那什么咖喱包，咖喱金三角，全家啊 ，all in 的啦，来，试试看吧。好，来，你先吃一口。如何？
美味しいですか？怎么没有任何言语？嗯，是吧？我们来换另外一位。好大，会大，不难吃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位有什么样的说辞。嗯，那酱汁没想到那么强烈。对，但咖喱很不错。咖喱蛮不错。我的呢，我的放这里。好嘞。现在来到了这里忠贞新村，它算是一个小巷子。我之前来的那个战争故事馆就在这一栋。但是因为今天是有节日，所以人比较多。我之前就还好，那这里就是一样会有一些些摊贩。你要的是什么？观众会很吵。再来是，我们在这里有三大区，而且这里好像是卖衣服居多。异域故事馆。哎，有传统服饰哎。哦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，哦，这里才比较像主场，对了，比较像主场。是云南的服饰。摇啊！昨天要这样子摇啊！哎！大家赶快过来！